因为接下来玩这款应该是宠物的游戏吧，虽然画风还蛮可爱的。小珍小时候，开心屋哦 ，OK， 这游戏叫做开心屋 ，Hello 萌宠，应该也是宠物的游戏吧。先开始游戏吧，嗨嗨，哎，难道又是农场游戏？啊 ，Jenny， 哦，这狗是斗牛犬吗？哎，等等，这是煮饭的游戏，萌宠。好了，然后呢？哦，卡哇伊呢？同样的狗。其实这是宠物版的食物游戏，美食游戏。嗯，哦，好棒哦！所以这是一款宠物主题的，还有家具主题的美食游戏。哎，那这实在太棒了！James 先生。这游戏的故事和另外一个mansion的故事很差不多，那这个故事比较像是在找奶奶，但是上次那个故事，另外一款游戏的故事比较像是在也是在找奶奶，也是叫 Jenny， 也是叫 James， 奶奶好像叫 Jenny 吧。开始游戏，来吧！而且这狗的设计好熟悉，好像那个迪士尼里面那只。可以快一点。哦，差点跳单，差点烧家了。居然有吃腰豆，哦，完成了，好快！这样等一下应该又是升级设备了吧？哦，还有每日奖励，真好！整理家具要一颗星，要蓝色。把两种游戏结合起来，一个就是解锁家具，另外一个就是美食。啊，爷爷，你又怎么了？哦，整理壁橱。可是要一直玩美食游戏，这有点……你为什么只有一颗心啊？八 ，OK， 能不能快一点？其实我是不是可以结束？
分，我还十个嘞。其实我要怎么解锁那个食物呢？收藏领养。壁橱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？新的狗狗，喂，它飞一下，然后东西就好……哦，美国的猫猫，小猫咪啊！哦，可以摸动哦，太棒了！我觉得我应该会一直玩下去。长毛鸡娃娃，就长毛鸡娃娃吧。我要升级我的装备，行不行？大富翁游戏，更换家具，这刚刚已经更换了。OK。哦，也是也是。OK， 然后呢？这个 free 什么？诶，这个呢？领取游戏，领取游戏手包，幸运轮盘。哦，这狗也太可爱了吧！狐狸血哦，什么鬼？旋转轮盘多一次，旋转啊！OK， 那下一个是什么？宠爱宠物一次，获取广告不要，一定要吗？50M 你真物啊！哦，终于可以提升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去哪？升级？他刚刚是讲什么？哦。左边那个键就是升级哦，贵宾犬哦，看回忆，产生人级 ，OK， 很好嘞。哦，好难哦，错嘛，这游戏没玩下去，因为是狗狗。看小猫，连续多了两只猫，哎，连续多了两种宠物，太棒了！天，我要赚多一点钱！哇，这游戏我应该会一直玩下去，太好玩了！哎，不是，太可爱了，不好意思。贵宾狗，这什么？蓝青呢？我干你！可以领养新的宠物哦！哦，跟它互动，还可以跟它互动。然后呢，摸摸，摸摸。哦，点击跟宠物玩游戏。哦，哦，可以。他刚刚是吃的吗？洗澡了，好乖哦。已经解锁一只新宠物。哦，吉娃娃。虽然动画都差不多了，可是我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，好治愈哦！我的心融化了，给我来洗澡。虽然是很简单的动画，可是太治愈我了。这狗居然在我的沙发上挖来挖去！哇，这游戏太可爱了！
拍照，耶、yeah ！然后嘞，领取，耶、yeah ！拿到，收藏，波士顿梗犬，耶、yeah ，卡哇伊。嘿，那继续吗？升级。250。不够钱啊，那回去玩第一集，嘿嘿，我不管了，来吧，来了来了，还有谁要来吗？诶，我的水没有升级到。居然是水，千万不要超大。还有吗？一二，这个收藏。奶奶不知所踪了，看来剧情也是不简单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应该可以升级了吧？哦，升级水杯，增加获取金币数量，缩短时间并产生产量。可是我只有112块啊，所以我可以一直玩下去吗？第五位，总之先看看能怎样。哦，不能，因为要升级，所以13个，尽力吧。这要升级吗？哦，看能不能吧，13个。来了，不管了，就煮了。中手如果能连接，那就好了。13个了呀！啊、哦，成功！怎么了？可是我只有112块啊！诶，为什么？我能升级什么？我不能升级啊。OK， 第一关玩完了，那就玩第二关吧。开始游戏。来。快一点就好。啊，成功了！我128块，耶、yeah ！升级，这也要升级。OK， 250推荐蔬菜，金币数量一杯两杯，我要500块啊！办怎么办？先玩这个，
成功哦！哇，这超可爱的呢。OK， 那这游戏就先到，就介绍到这里，还蛮可爱的，我可能会一直玩下去，这超可爱的，就是宠物哦。好吧，那这个游戏就先到这里介绍完，到这里结束介绍，因为我要自己私下玩，嘿嘿嘿嘿，自己喜欢自己下载玩吧，拜拜。